你现在看到这个鼓，嗯，称为中国大鼓，统称为中国大鼓。当然还有比这个更大的鼓，中国大鼓或者也叫坛子鼓，因为它的形制啊像坛子一样。嗯哼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直径80的，它是磨鸣乐器。磨鸣乐器就是皮质发音，上下方面，嗯，演奏技法呢非常丰富。通常用的技法呢有击打中键，但是它最佳的共鸣还是在这个位置上，余音更长一点。还有编辑，刮击、滚奏、梆击、编辑、哎、对对对，哎，还有没有演奏方法呢？还有一种，磨击，在中国的传统大鼓打击乐曲当中，有一首曲子，就是通过这些演奏手法来刻画一只老虎的形象。这是寂静的山林。把寂静的山林描述完，快。他要找东西了。